啊，就播一个小时啊，播一个小时睡觉，明天上班。这个游戏叫《警局报到第一天》。R E 引擎，生化器感觉是试水了，这 R E 引擎还不错。语音，哎，语音不是说好有中文的吗？怎么只有英文？繁体中文，简体中文吧。字幕开，耳机开。调亮点，这样吧，不是说隐约可见吗？最低亮度，最低亮度可以不改，我觉得。整体亮度，左方图片消失，好，这样。这样吧，稍微有点看见人是可以的。获得特殊服装，纯黑，纯黑，克莱尔，豪华武器，变更游戏音乐音效，豪华版。服装，替代服装，这个还选不了。这个是原版的那个生二的服装，还有克莱尔这丑的，让我分心了。这个已解锁的服装不能选替代服装，纯黑阿克雷，呵呵，就这两套都挺傻屌的。出第一遍玩还是默认服装比较好？这个是生化1.5的吧？大概就是这么几套是豪华版送的，其他也没什么。好，就这样，选项看一下，控制，自动装填开，瞄准线减速，瞄准辅助啊，还有视角，视野大一点，是这样吗？视角移动速度，瞄准的时候。稍微慢一点，亮度，胶片，教程开，红点，红点可以换颜色，音效稍微低一点。哦，这里可以呢，这儿，原始。你看，哎，这个音效，这个生化二的音效，我操，这也太怀旧了。语言，语音是有英文。好，存一下。选克莱尔、雷德菲尔德、里昂、S 肯尼迪，选谁呢？还是选里昂吧。里昂稍微不崩一点，稍微不崩一点。标准辅助自动瞄准，自动回复体力，敌人稍弱一点。瞄准辅助，这是标准。专家保存时需要色带，不会自动保存，敌人更加强大。标准吧。Steam 是进不去，Steam 好像说是明天早上8点7点才解锁的。PS 4和这个 X1 都是按照时区，你这个时区到零点了就解锁。
好像很好吃。卡车司机。Okay, tell us, be honest now. How many drinks did you have? No, man, I barely had a buzz on. Oh, come on. Look, just listen, all right? She got closer, and I got a good look at her. You got to see her eyes, her nose, her whole face. It looked like it was rotting. Yeah. She looked like a corpse, like a walking corpse. Walking corpse. Sounds like my wife.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I haven't been able to sleep since that night. All right, calm down, buddy. Calm down. Just, hey, you got to stay strong.对啊，六十帧直播，但我不知道会不会卡帧，因为 CPU 占用挺高的。我又直播又录像。Oh, come on, just getting good. 这是新作吗？是啊。然后录像我今天不会马上传。I need some sleep. 哎呦操！对，已经开始录了。那个被撞到一个阿姨，阿姨吸在车头上了。手柄他说今天不播，他明天晚上直接播通。他说第一天晚上就不抢了，明天还上班。我也不知道，大概这意思吧。谷歌应该开始了。羽毛都通关了吧？他妈下午呢拿到的偷跑版。对的，吃鸡盘有一部分地区偷跑，但是卖挺贵的，我问下来基本都要500左右。起来起来，老哥起来了。通关我看羽毛的截图是4小时，但是他玩的比较好，高玩，一般人可能也要6个小时了。弹幕又卡住了，是哦。多谢提醒。No one's around。怎么没人带呢？还有警车，报废的警车。That's weird。李阳穿的是便服。单流程应该不长。今天播到一点。好。我现在没有枪。右摇杆环顾四周。左摇杆行走，其他键都没有用。嗯。中间还可以换衣服呢。隔壁主播为什么有中文配音啊？我买的是不是盗版？我明明港服买的，为什么没有中文配音呢？啊，按下 R3 是跑步，按一下它就进入跑步模式了啊，一停就停下了，就跟试玩版一样。失恋的段子。李阳被修正了，这个一个 bug， 现在是处男，没有开启经典 BGM， 我觉得第一遍还是别开启比较好吧。你要开启吗？让人家好好设计的 BGM， 重写的 BGM 就没了。Something's not right。听一下，重新写了曲子听一下。首日补丁更新了就是中文，啊，这样的。那我是没有更新，听到有人在吃东西，吃尸体。这个门是不是开不了？我估计。我不是 Pro， 是普通版本。这大伯也说一下呀，你被咬了，你提醒我一下。Don't move. I'll be back for you. 这大伯太坑了，自己掉茅坑里了，然后也不声不响，然后我也掉进去了。他应该说一下里面很危险。媒体评分啊，90分左右。搜过一波超市还行。你这个坏东西。
Officer, you need help? Stay back, sir. I got this. I got this. 哎呦呦，太血腥了。还是要被咬一下，应该跑的，这好像打不死，没钥匙。别爆粗啊你！没子弹，老哥，警察身上摸一手呗。钥匙，文件，上岗通知信，请代表浣熊市警察就祝贺你完成培训，成绩优秀值得表扬，对你们成为警队的一员感到万分自豪。背景有一个比基尼的阿姨，请哦好，还有第二页，请于9月25日星期五，但是他是9月28日到的。早上8点，期待与你共事，布莱恩·艾恩斯。跑跑，一会儿起来了，你看，你看起来了。哇，开锁的声音是从那个手柄里出来的。我操！我的！跑跑跑！只有3发子弹，3颗子弹。哎呦，怎么是你？这么巧！我要是子弹打完就出 bug 了，我明明子弹没了，你就剧情又开了一枪。You all right？ 没事吧你 ？Thanks. You can thank me later when we're safe.美国人大家都有手枪，怎么回事？可尔是把左轮，哎，左轮装弹数低一点的。Come on, get in. Hold on. 克莱尔还有飞刀的。是克莱尔片才有克莱尔的飞刀吧。Hopefully they'll have some answers at the police station. Wait, you're a cop? Yeah, Leon Kennedy. You are? Claire. Claire Redfield. Live around here? No. Looking for my brother. He's a cop too. 他也是个 cop。Then we found each other.I don't know what to expect anymore. Yo, 这么有艺术氛围的片头吗？那个是隐藏左轮，克莱尔原来的配枪是，大概是 Glock 还是什么玩意儿，反正就是在枪，警察局啊，警车那个置物柜里面那个，捡了临时捡了一把，左轮是隐藏武器，哦，可以哦，是有爆发的那种感觉吗？这是，啊，这灯。慢慢暗掉了。国外的街区好方整啊。吉尔还在睡觉，是的，在某一处教堂。终于没忍住，笑死我了。Due to the citywide outbreak, you were advised to take shelter at the Raccoon City. 建议你们去浣熊市警察局已经沦陷了。
你们都看网飞了吗？ Oh my god, this is so unreal. Police station's not much farther. They'll know something. 警察局在不远。Yeah, but what if we're the only ones? 万一只剩下我们了呢？ There's survivors. It's a big city. There has to be. Claire 比较消极。克莱尔这个脸捏的好像就眼睛还行，嘴和鼻子都不太行，还有法令纹什么的，有点不爽，尤其是那种镇定的表情。得用跑，瞬间被围了啊！这次改掉了，没有改那个。车厢里出来一个僵尸，这也太不合理了，上车之前都没看一眼呢，僵尸睡了那么久。啊，卡车来了，卡车司机上场，这个啊，卡车司机他有点晕，失血过多了吧。油罐车还是要来的。啊，失去意识了。还好失去意识，不然撞个正着。哇，居然安全气囊都没有，然后也两人没死。哎呦呦，出来了出来了！哇哦！我操，你现在让我操作了，吃吃吃，快跑，这个路还好比较宽敞，你别跑错了。哎，这儿，我觉得前面过不去，还是稍微有点暗，得凑近一点，我得。他们都变成脏比了。哇，这走路实在太爽了吧 ！RPD， 以前那个他妈坦克，我前两天刚回顾过，太不爽了。智障操作方式，再找个地方进去。没有铁树，这有人掉下来了。蛇形走位，开，扣上。小左应该开始了吧？小左他应该不会等的，毕竟是小左。哎呦，这三发子弹啊，三颗子弹。两边都封着，楼下也去不了吧 ？Brad 的那个走廊，那走廊可能去不了。哎呀 ，Brad 就这样销声匿迹了吗？不让他复活一下？啊？欢迎来到王者之城第一个奖杯。枪店的剧情在后面，我看过 预告片里有。探索周围环境，这儿有病床啥的。Hello? Is anybody here? Anybody here? 我哇哈哈。Oh, I love 哇哈哈。这为什么还在啊？这钥匙不是用完了吗？它不丢掉吗？左说明儿再说。呵呵，哦哦哦，豪华武器，来，把这个放进去。
五翅之刃，看一下啊，克里斯型，15发子弹的9毫米手枪，提高精准度。然后吉尔型的是也是15发9毫米，较小滑套，减少拔枪时的阻力，拔枪快一点，提高精度。这是 Albert 是那个威斯克的五翅之刃，18、15发也是子弹的容弹量都一样。强大性能，这把应该是攻击力高一点。基尔，来看一下我这把马提尔达，经典配枪，适用于一般民众，非标志式手枪，都是9毫米。基尔啊，基尔就是官方翻译喽，怎么你不满意？你可以吐槽啊。哦，可以，子弹有点少啊，这。武士之刃 Samurai Edge 就是叫武士之刃，它是个代号，是 M92F 改的一个型号，不知道是不是虚构的。飞檐走壁应该是不行的吧。官方叫基尔不是吉尔。这是跟 demo 一样，这个就不多说了。晚上不通宵，不通宵，这不是将警官吗？将警官，你们警察用手枪都是这样，自己可以乱改造的吗？没有 Barry 型 ，Barry 型来就破坏平衡性了。Barry 那把好像是马格南 ，Magnum。我这衣服不是豪华版的，你要看豪华版衣服吗？我觉得是不是一周目就豪华，是不是太出戏了？这儿有一个这个，探索一下。猜猜你这是袭警？我跟你说，这儿没东西。我记得对面是有手枪子弹吗？试玩版反正是有的。Baron 那把很明显口径不一样的。这个是那个，哎，这个可以解吗？是跟那个一样的吗？有没有人试过？你解一下看看，是什么狮子来着？有点忘了。中间那个是狮子，好像。操，中间没狮子，不一样，改了，好吧。呵呵哒，看一下这个门，黑桃钥匙。美版、日版血腥度，日版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血腥版，一个是低龄这个幼儿版，一个分级是 Z， 一个是 D。那个 D 的分级就是那个警官拖出来下半身还在那和谐版，所以你要买对版本，不要买错了。然后其他区域的版本都是一样的，都是血腥版的，延迟好高，是啊，没办法的，这不是我能定的，也是和谐的，是吗？看一下服装。要使用特殊的滤镜吗？看一下是什么特殊滤镜。我操，变黑白了！老哥，你这是不是太怀旧了？他这个准星缩小稍微慢了点。
哇，它非常真实，你看它子弹打完，枪的模型会变哎。它这就是空膛的样子。这把是哪个型？完了，我根本就不记得哪一把是哪一把了，完蛋。这把是克里斯，现在是克里斯型，下面是吉尔型，左边是阿尔伯特型，我们看看有什么区别。不开枪的话有什么区别？上面是克里斯型。吉尔型。没什么感觉。没感觉。卧槽，这个有感觉了。阿尔伯特的对吧，这个准心缩得也太慢了。但这两把还差不多。对，这两把差不多。准心缩放差不多。嘿。啊，一样。嗯。是的，看上去像九色夫。都放进去吧，隐藏武器先不用了。没有激光瞄准线。对，那两把都缩挺快的，但是这个歪叔这把特别慢，这把也挺慢的。送的那个 M92F 缩的比较快，比这个快，但是歪叔这个比这个慢，但应该威力比这个大。所以我猜应该克里斯那把比较好用。当然我子弹有限，不能这个一天到晚时来时去。然后看一下服装，第二套阿克雷警官，阿克雷警官，这个应该是那个四代那个是吗？是四代那个吗？四代那个西班牙的阿克雷山区。好像也不是，这个原型是哪来的？帽子不知道，暴君帽子会掉，我帽子会掉吗？我们要不走一段看看帽子会不会掉。我们现在应该啊，应该去那儿了。发哥那套，发哥那套是哪套？打，存呀存呀。多存跟你说不会错的，顶多扣点分。根据经验，Keep out， 让你别进去，你还进去。我觉得像是四代那个西班牙的那些警长，但是美国也有可能有这个。Sheriff Department， 四代最高难度还是有的，普通难度没有，随便存。这边是需要保险丝。嗯，不会有这个 demo 没有的回忆杀啊，那个什么回头杀吧？这是普通难度，不是关键是，如果是没有玩过的，我肯定是比较谨慎，会有心理准备。然后玩过的部分，那肯定这个。就非常顺着趟过去，他要是出来吓我一下的话会措手不及。如果我是制作人我就这么干。都跟 demo 一样也不好玩。绿草一摸死了那不会。啊，就是幻影师那个地方是吗？哎，没找到麦林在哪儿，我找到麦林弹了，但是没找到麦林在哪儿，一样。麦林没有的，试玩版应该要靠调出来的。等一下，我想一下，出去的话，一会儿我记得是这儿会刷两僵尸，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往这儿走，这个门会破，但是破了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所以是值不值得进来还不一定。但是正确道路应该左拐，
一般都是直接左拐的。麦琳那么早就拿到，是不是稍微有点过分？啊，那个警官是不是等我等好半天了？我走得太墨迹了。这儿有没有东西？厕所里有个娃哈哈是吗？还有吗？哎呀，抖了一下，右摇杆太灵敏了。俩娃哈哈了，这个搜索环境不是很友好。哎，枪柜的卡片位置变了，甜甜要打了。HP 怎么看 ？HP 没少是看不了的，看少了会看见的。左下角有个心跳的。Open up！ 那就这儿，左下角那个良好，现在是良好。刚被咬了一下。Open this goddamn door！ 打不开。这儿我按掉了，这儿我懒得打码，反正就拖出来只有半截了。小哥太惨，别老是看一遍看一遍了。警官笔记本看一下，变掉了吧？啊，变掉了。狮子实像是狮子、草儿和老鹰，独角兽呢是鱼、蝎子、水瓶。我以为是星座，但是看到那个草儿，我也不知道是有没有绿草座呢，好像没有老鹰座啊。然后右边那个是处女、射手和巨蟒、蛇。我只知道蛇夫座，大蛇也有座吗？好像也有。对，全警局就一个人有脑子。弓箭射手，有巨蟒坐吧。这儿来了。进去了吧，我觉得很危险，还是和 demo 一样的流程比较好。打腿能够快点倒，这个有可能的，而且头也比较难瞄啊。这不是谷歌的经验吗？这儿我按掉了，反正就是啪一下把头压扁了，然后要打码，然后 Marvin 会说一大堆。这个反正没看过的看 demo， 我真懒。Does anyone know what started this？ 啊，从这儿开始，没换威斯克手枪，就默认的手枪。Yeah, well, I was supposed to start last week, and I got a call to stay away. I wish I'd come here sooner. You're here now, Leon. That's all that matters. Okay, Lieutenant, I'm ready.Hopefully you'll be able to find a way out of this station. That officer you met earlier, Elliot. 不是不给你们看，是我上传视频通不过审核，我就得打码，要重新渲染，就很累。This is good news. We can get you to hospital. No, I am not the priority here. Lieutenant, I'm not just going to leave you here. I'm giving you an order, rookie. I'm giving you an order, rookie. I'd come with you, but I'd just slow you down. Now.You'll need this. I can't take it. Stop. And don't make my mistake. If you see one of those things, uniform or not, you do not hesitate. You do not hesitate. Get out. 你就 biu 一下把它 biu 死就行了。Got it. 马文，现在装逼。说完，哎呦，我操！刚才装逼装的太久了，冻死我了。
我其实也没有觉得血腥就很爽快，血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吸引力，玩和谐版的问题也不大。哎，没拿。老哥，行，老哥先把那娃放一下。这和我上班第一天想的不太一样啊。First day. 这次的包好像变大了，包好像我看可以带四个包，每个加两格，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六个，直接翻倍了。前面有绿草吗？我也不知道，我忘了。狮子、绿草和那个鸟、老鹰吧。狮子。之前有那个推特恶搞说，这不光是说你。呵呵想的这个上班第一天不太一样，你他妈长得跟我想的也不太一样。果然有暗道。So Elliot was right. Yeah, but the passage isn't open yet.到时候哪里会有步兵流程？网盘。网盘或者油管，草有绿草，那怎么办？把娃娃也放了，我打得好纠结。不过我一贯如此，腰上都是包，我把衣服换回来吧，这个有点稍微那个。克莱尔一般，嗯，完，李昂什么时候换的衣服？不是李昂进来的时候不是穿了个夹克衫吗？耶，对对，不是这件吗？怎么突然又变警服了呢？我记得刚才穿的好像是夹克衫吧，我换之前。妈，怎么变警服了？剧情换掉了。啊，就是他被拖出来以后那段剧情是吧？自动更衣，马文说：“你这小子穿这衣服不行，那对僵尸一点威慑力都没有。我给你一件衣服换上吧。”这儿。这个人不调查，这个人调查会要打码的，他脸被抓烂了。他头也碎了。防弹衣不防咬，防弹衣防的是弹。嗯，是不是有间小房间？又记错了？啊，这儿。
由于大规模疫情爆发，我们将整个警察局安置尽可能更多。9月25号，第一名民警警官死亡，半夜袭击，其他三人行凶者，暴徒袭击大量生还者，安全门后面无法联系，取得联系。大卫福特，12人死亡，一场 chaos。 这需要捡现钱，估计这个捡现钱的素材会用到升七的那个警局一楼地图，一楼二楼还分开了。地图弄清楚周围环境，而且还可以重要地标以及您已找到但未捡起的物品。嗯，行吧，现在在指挥室。从这儿你看，他还标了一个小箭头，告诉你这儿可以出去。嗯，啊，放大。刚才这一边完全变掉了，好像东侧办公室进去这个地方还在。然后一声雕像，然后这个要剪掉才行。然后西侧办公室的话 ，Marvin 那个办公室，接待处这些倒没有变。然后这个走廊我还记得蛮清楚的，这个指认室和审讯室没有变啊，这个记者室就是那个黄金齿轮点火那个。然后洗手间是新增的，然后这一块我原来印象不深，应该是这边出去就直接是楼梯的。这后面哦是那个吧，就是哦我知道这个是捡那个里昂那把强化那把麦林的地方，然后这里下地下室是吧。嗯，好像是这样。这里还有个楼梯，这里这个楼梯新增的好像。嗯，后面这一条都是新增的，后面这一块都是新增的。紧急中有厕所了，是有厕所了，去地下室的那个是，但是那个地方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能去。暗房这块倒是没怎么改，这块没怎么改。啊，行吧，快一点，好，快一点，快一点，总要玩到怎么说呢？总要玩到这个比试玩版要多一点吧。这警察好像必须得干死他。哦，我那钥匙卡没有了，那不是喷子拿不到了。这大哥，子弹。好少，使用火药，两火药手枪，火药加高级火药是喷子，不同枪是需要不同火药，混合不同东西的时候肯定不能，不然就白费力气。You bastard！ 哇，运气有点好，这大胖子僵尸应该血还挺多的，直接爆头了。小哥，我不去摸他，他应该不会那什么。试试看那个试玩版的，是多少？9057是吗？哎，开了，没有改，没改，牛逼！这就是玩过试玩版的好处。我这样有点赖。Nail， 这是什么 ？Elliot， 就是刚才被咬死那人。啊，这边有个僵尸不见了。行动报告，嗯。爆头动画应该不用打码，三人，只有三人了，身心俱疲。菲利普，但是显然这地方还是博物馆的时候就有这条秘密隧道。
艾略特。三人，菲利普斯警官曾建议，之前我对他的想法，这个菲利普斯是个女的，女的还要叫菲利普斯呢，我以为菲利普 David 这个应该是男的吧。然后这个是菜鸟的第一个任务，里昂肯尼迪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开你的桌子的锁，关键是我名字的首字母按照什么顺序，你可以看到两个锁，务必打开两个锁。基本上你的第一个，基本上这原文肯定是 basically 吧，你的第一个任务要记住同事名字。那么刚才是第一个我忘了，第二个是 Elliot， 第三个是 David。啊，潦草雪在雪地之间的拐角处，很高兴你不在这里菜鸟。他们本来准备了欢迎仪式，但是哎，太惨了，你看 Welcome Leon， 发现这个情况不对，赶紧让他别来，结果 Leon 还是来了。Ned，N-E-D， 好，然后看这边是。我操，这家伙在装死。Rita 这是，啊 ，Rita Phillips 啊 ，Phillips 是姓啊 ，Rita 是名字。那 Rita 很漂亮的那个《爆发》里的妹子 ，Marvin 这是。但是这个老哥，你叫什么名字？起来告诉我。好的，起来了。头贼硬。老哥你叫什么呀，你他妈死别死了干。地上有吗？啊还真有哎。叫 George 啊，不管姓什么反正是吉。不对，他是反过来的， Marvin Rita George， 对，就是那个妹子Rita， 里昂 S. Kennedy， 大容量弹夹 Matilda。 嗯，那这个是干嘛用的？改装键可以容量并缩短装填时间，哎，好东西。不过是不是子弹用光以后再组合会给你送子弹呢？我们试一下，先不组合。我操，老哥你怎么起来了？哎呦，这谁哪来的你？106是吗？109，哎，二和三没有，胶卷可以冲出来。对啊，爆发二代出来过的 Rita 妹子，一抹亮眼的风景线。二开头的都打不开，因为二和三都没有，所以来的时候应该先装上二。备用按键。给他定上，老哥，你这是，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这样就挡得住了。好，暗房写真暗示，
二人转的地方，这是。药草的价值，蓝色治愈，红色没有什么药效，但是组合，蓝色和红色可以增强人的体质，这是新增的功能。终于发现没有绿草的时候，红加蓝应该怎么用呢？所以蓝草也不光是解毒用，如果你不中毒的话，你可以用别的用处。OK， 证据就在胶卷当中，不要遗漏了。发哥的写真暗示，胶卷这个纪念照，手上拿着一个红皇冠，一本书。组合。荒草没了。黄彩增加血量上限了，以前没那没那东西。子弹应该够用的，这俩都存了，这里也存了，存一下存一下，保存保存。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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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漂亮的爆头一定要存下来。对，二代黄草不是解毒，二代没黄草，黄草四代才有呢。那边那俩僵尸暂时不过来，我们就不过去了，好吗？这个女警不是说可以复活来着？哎呦，喂，不是。怎么回事？Son of a bitch！ 我还以为晃晃悠悠倒了呢。好，加长弹夹。哎，你看，子弹骗到了吧？哎嘿。这个房间是不是？我是漏掉绿草了吗？怎么捡到一个红草？你又怎么又起来了？这房间是不是有一个？完？是 RECIBIO 吗？不是，完，这是新的，喷的子弹，便携式，按一个按钮点亮相应的灯，所有灯都点亮就能打开保险箱，按错一个按钮就会便携式保险箱 ，CAP 啊，是吗？为什么？线索在哪儿？楼下白板上写啊，这样的没注意。检查，点亮所有的灯，错了。什么意思？好，他要按顺序是吧？完了，像我这种老年的人脑子根本记不住。二选一，这个，耶、yeah ！咚叮咚，叮咚叮咚，形如保险箱。哦，这个东西，那下楼就可以装上了是吗？你捡好多东西了，
Cap 什么？闪电侠。Cap 是那个官方记者那个媒体试玩的那个版本吧？可以放在三拿个包，但是放在二的话可以拿好多东西的，是不是？除了203以外，其他都能打开了。装在三只能打开103，装哪个好呢？你们说。闲的没，我也想吐槽。想想。这家伙好耐打，不想打他。什么声音？走反了。看一下啊，一个包，203一个包，208喷子子弹，103一把刀，102火药粉，装点二比较好。102，刚才20几是一个包来着，203，208可以打。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大厅二楼一个房间的盆栽，大厅二楼，盆栽我没拿，就不能交换，交换出来没有用了。203你总是打不开的，但二和三同时有才行，知道吗？103是一把刀。早点拿到喷子呀，我这喷子子弹有好多了。把酒扣下。其实你要你按你这么强行说的话，那我觉得没有那个按键帽照样能按键，谁规定的那个一定要键帽的，切，是不是？这个存了，这个其实也可以存。没什么必要。这个火药要不带身上？其实我不是很确定。进来干啥？子弹不是很多，所以说不能全杀的，得想办法绕。这个人怎么下来了？卧槽，看什么情况？这儿有哈哈哈吗？这儿有草吗？没有，就有红草。上楼吧，上楼吧。这女的不要去打，一打一会儿就醒过来了。甜甜还没出来，甜甜，这是什么？快，万能的微博，不对，万能的弹幕，一个是 CAP， 一个是什么？BIO 啊，不是的 ，com， 我猜是 com，DCM， 破译，好，你们看来你们都不知道啊，是 DCM， 我买零蛋，那我应该开着这个才下楼，算了，
逃逸还行。你们都是怎么知道的？因为他们都看过那个媒体的那个试玩版，那个就是玩就是游戏的那个一段真实的，所以说就那个记住。我没记住，我是看着看过。啊，甜甜过去了。甜甜应该会出来吗？不敢往前走了。万一出来了怎么办？狗日的。万一这个人会不会那啥一下，复活一下？这儿有个包是吗？对，太好了，出来就刀了他，我刀不过你来刀吧，你比较厉害，看上去。这家伙涂鸦，利用完我就这么把我甩了。肮脏的猪关在笼子，装了些 C4。炸飞那些火箭鬼笨蛋，杀你旁边家伙，找其他人。高喊正义词啊，这个人神经精神有点不太正常，已经在极端情况下这也是很正常的。这是 C4， 但是需要一个隐性 detonate。我好像被咬了两次，都是背面被咬，小防御小刀都没用上。好，这儿就是Marvin会打电报了。It's Marvin. I need you back here ASAP. Are you okay, Marvin? I've got something to show you.It's important. Copy that. He's right there. What the? You're being a young. Help. Son of a bitch. What the?我操，最后一刻。需要一个千斤顶的那个。打断腿的话，他不是没死吗？你还得再补他一下，是不是？子弹吗？热情的粉丝，但是顶不过去了，这还需要一个。哎，你把小刀去哪了？这儿。哦，红色书籍，就是那个雕像拿的那本吧。
开门出来了。出来以后跟马尔文一样，马尔文，哎呦，你也不行了，这么巧。看一下包包，刀可以放进去了。There you are. Come here. Take a look. 下载 DLC. DLC 是什么？ Yes. 更新吗？ I knew she'd make it. You know her? Yeah. Name's Claire. I came into town with her. 玩到差不多了。Through the second floor. East side. I'm on it. 二楼房间有个盆栽。等一下，我东西放一放。他刚才说什么，导致我没听清楚。有点弹药，这个要不要先放一放？啊，我也差不多睡了，没事儿，你顶不住，我也顶不住啊。火药要不要留一下？出不出视频不知道再说了，啥没完呢就想着出视频。据说二楼有盆栽，我找一下。大人你怎么武圣？是我菜，被咬了所以武圣，有小刀也用不了，被背后咬两口，哪有？是这个吗？这个好像不是哦。哦，这是冰嫂。是这个房间是吗？游戏多大？23G。有啊，这儿。哦，这个房间我记得。这是那个非常开心的房间。我刚才那个图书馆少去了一个地方，有一个隐藏房间，里面有硬币的，我没拿。完，不知道密码，这个真不知道。那个还是那个宣传手册，医药巨头保护伞公司，孤儿院。啊，这儿还有一个需要的黑桃钥匙。62E啊，怎么又有人知道密码了？你们密码到哪知道的？妈个鸡，是有文件吗？完，错了。看看行不行。嗯，偷跑流程，偷跑流程的人也得知道有线索吧？这个线索在哪儿？应该有个文件。枪口制退器，马蒂尔达。这应该不要紧吧？减少枪管上扬。这个可以做直接组合吧，这个应该不会导致子弹回满。啊，你看。检查。我操。但是有没有让他这个准心缩得快一点的组件？没有红点，没有。好像没有红点。等一下，我先回一下那个图书馆，把那块硬币给拿了。您下载了多久？不要用您，你就说你就行了。我下载了，一两小时，可能两个小时吧。我操 ！Fuck you！ 我操！你们都火了？咋这么厉害呢？
1.5倍镜是不可能的。看一下Elliot 的那个呢？在哪本里啊？事件记录。哦，在这儿最上面。双鱼蝎子水瓶。哦，这儿可以这么方便，你看三角加R1直接可以看。双鱼蝎子水瓶。哎呦，直接红了。脖子扛过去的，为什么刚才小刀好像拔不出来了？我明明有把小刀的，直接被扑倒。好，满血复活，一血怎么可能不远呢？再开一下这个钥匙，可以扔了。丢弃物品可以选择丢弃，带有这个小勾的就可以丢了，是吗？啊，你看，一把花哨的钥匙，这个就可以丢了。这个就是这个房间，就不进去了。我们把这个东西放一放，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克莱尔，我们明天再看吧。单印系统啊，没有吧？不知道。硬币放上去，就要是催我睡觉了。哇哦，第二阶段，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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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要不今天就这样，好吧？我刚才62、61、66多少，我又忘了，621。Good night。大家晚安。自觉点知道吗？不要老是家长催了你再下线。